这样子，这个机器到底是这个机器就比较对。哎，我有一个叫声啊，猪都叫了，猪也会叫的呀。今天虎年嘛，扮猪吃老虎啊。说的也是，我听到猪叫，我以为我男朋友来了。没有，因为这个春天到了，这个春光乍现。听说罗碧玲这套衣服呢，裙子的部分呢，已经露了两点。啊，不止两点。你说穿这件衣服里面不能穿underwear。管我啊！是不是？ 我为了买票衣服给我男朋友吵一架，真的，对我穿出来，他不好看，包起来，不是这样子，你不要总要比较一下，你年轻啊，对不对？他是，哎，掌声鼓励一下，不是，我们要看两种不同年纪的女人，到底露出来的肉色是怎么样？哦，我的肉觉得比较好，你可以试试看，真的很好，真的很好，真的很好，看到这个是看到两个人，我们先罗碧玲先。 这个字句，我们实在是不敢念。你是看到我大奶奶是？哦，对，看到我的。对对对。转的好，转的好。整个答案哈都是我姐给我，她不止还写，她还做动作。对呀，所以我是，你看到她都有翘屁股，她也有，对不对？看到两点，今天也有哦，今天有两点，一点两点。哎，所以我就写身材好。 所以我才写身材好，身材可以拍照，然后又可以走伸展台。好，所以你想的是模特儿，来，罗碧玲，你想的，反正就是不是写着你就是拍 Playboy 的 Playboy 女啦，哎呦，妇女啦，Playboy，性感，很好，pose好，对，要repeat的，我才知道。好，坚持好你们的动作，不要改变，不要动啊，不要改变，哎，坚持动作，我们一个一个来。来哥，我们这次从哪开始啊？这个是最笨的，会做这么难的动作。 好了，大姐，我看你辛苦啊。对，我知道您说难站，我赶快叫你。等一下，下次不来了。我叫你继续做好不好？来了。啊，来了。踏板。踏板。就是也是踏板运动。也是一种，没有运动器材。来，你好，不要动了，解释一下，解释一下，你在上，我在下，有时候我在上，你在下。对啊。会吗？哦，跷跷板。 跷跷板啊，是哪是这样？那你做跷跷板给我看。对啊，跷跷板要像我这样做啊，那不行啊，我撑帮哎。哇，那大家拍拍手啊。您大姐，您这是什么干嘛？老佛爷吉祥。老佛爷吉祥什么了？小李子嘛。小李子李莲英。 他身上少了一样东西，少了什么东西呢？告诉我们了。少了宝贝儿嘛。哦，太监。太监。你讲什么？少了宝贝儿嘛？你讲的什么？答案什么？太监。太监。真的太监的这个答案。罗碧玲啊，以她的身材来扮演蛇的话，蛇蝎美女。这条题目根本是针对她。针对她舒服。曼妙的身材。尤其今天这个穿着打扮一扭起来，你看婀娜多姿啊。 罗碧玲，哎，我们的超级的这个啊，我们的特别来宾，说是欢迎罗碧玲，哎，我听到猪叫，我以为我男朋友来了，没有，因为这个春天到了，这个春光乍现，听说罗碧玲这套衣服呢，裙子的部分呢，已经露了两点，啊，不止两点，你说穿这件衣服里面不能穿underwear，管我啊，是不是？ 我为了买票衣服给我男朋友吵一架，真的。对，我穿出来，好不好看？大姐，大姐，我看你辛苦啊。对，我知道您说难站，我赶快叫你。对啊，我们看有没有影子知道了，那到底有没有穿？没有，没有哈。现在线条出来，现在的内衣内裤都发明的很。
这个很贴身，很贴身的，是不是？看穿了也看不太出来。对对。我从我的角度是看他真的是绝对没有了，绝对没有。你管我？请问有没有？没有，我有没有？谁管你有没有啊？好，今天我们再好好的帮我们联想一下。好，我最会联想。你是最有智慧的女人。我最没有智慧的女人。可是你穿上这样可能会影响别人的联想。哎，也希望这样。待会要专心写字，不要光看这里。对啊。好，首先欢迎罗碧玲啊。哎，继续欢迎邢伟。谢谢这个节目啊，是，因为眼睛还在复健当中啊，哎呦，马上就让我们来复健了。是是是，开玩笑，我们的安排啊，不会把安排到最后一个。谢谢，紧邻着我们罗碧玲，谢谢。好，欢迎邢伟啊，谢谢。还有傅威，你看一身大红啊。大家好。哎，我今天在后面可能。我也可以帮你复健了。你把它复健哪里啊？你不是说你的福利也有吗？我的福利在哪里？我不是福利啊，难道是福利社啊？不是啊，秦薇有个作用就辟邪啊，也是福利啊。可是我怕从那边传来的题目大部分都是会错的。他已经是，他是有一点的搞怪型的就对了。对呀，一定错，不要怪我，不要怪我，不要怪我。你要这个拨乱反正，好，负负得正，正义的一方吗？好，来欢迎傅威啊。来，继续说王玉婵。大家好。王玉婵就没有什么好值得我们提的了。怎么？这才不会，我这才是暗藏玄机。哎呦，真的吗？让我们看一下你的玄机在哪里。不是因为哈，就是我今天其实是穿了一个背心来的。哦。对，那就是陈明真嘛。后来一看到罗姐穿这样子，我想说这样子还是不要丢人现眼，赶快把它不然要穿起来。这样子，我们要总要比较一下，你年轻啊，对不对？他哎，哦，掌声鼓励一下。不是，我们要看两种不同年纪的女人。到底露出来的肉色是怎么样？哦，我的肉觉得比较好，你可以试试看，真的很好。您真的很好，真的很好。那我们这单元就叫天才摸一摸啊，好不好？大家都要来报名了。哎，对，好，来，我们谢谢啊，王玉婵。哎呀，欢迎丁玉薇。哎，欢迎他啊。我就怎么样，全身包得紧紧的吗？紧啊！你反正包不包，大家也没什么联想。帽子、围巾都戴。怎么会这样子？不是啊，我是不同的啊。因为今天要来玩游戏，要穿得比较运动的感觉。是是。但是运动的衣服还是要有点贴身，还是要把身材给展现出来。说这个话就不对了。你来运动的那个，我是来坐台的，是不是？你讲的什么意思？我不是来运动的吗？我是来坐台的吗？是每个典型都有，好不好？对，我们都不同心态嘛，这样。但是我就运动不起来了。刀矮胖瘦都要有啊，是不是？可是他这双鞋真不要因为他的身材，今天让我们大家哈起了内讧，待会大家要同心协力。你可以回去了，好不好？不是，我觉得这个福利比较好嘛。好了，不同的服装、不同的造型都有不同的联想。好，来，谢谢第六位啊，继续欢迎张若昀。大家好，主持人好。配了舞之后，马上能够衔接上，那是不简单的，有两把刷子。这个能够体格像奶哥一样的哦，那恐怕只有张若昀了。没有，我跟奶哥是我的学长，他以前是我对体专的学长。不要讲学长，对，但年纪上来讲，我们是真的是差了一级。我们今天怎么都在提年龄？好，今天我们这个天才联想秀一秀呢，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把最好的成绩表现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是，当然让我们这个从台南的光华女中呢，看到我们艺人呢、啊，大家都头脑是相当相当清醒的。哎，啊，要看能不能够联想出一些很好的东西。来，我们马上进行我们的第一题。来，首先我们先请关门。来，第一位呢是王蕴婵。哎，那要我们现在公布我们的答案。啊，待会呢，希望大家都能够联想成功。到最后一位，对，我们的题目是，知道了哈，知道了解，知道哈，非常清楚。好，来，知道了，来，音乐请一下。后面这两个也是重点哦。我再补一个给你们看看。好，很好联想吧？我怕得罪到哎，你这个这样。不见得，不见得，我们是要标榜，也不见得，知道吗？知道答案没有？好，知道了。音乐请下。好像有点笼统啊，
方向好像不是那么正确。我大概知道了，再把它补强一下，好不好？知道了再。哦，又补一个喽。来，音乐请下。想到没有？这就看你自己联想。对啊，看你要联想什么东西啊？你看，我给你多少提示？对啊，来，音乐请下。这是罗姐，不会从那儿就走到那儿了。对啊，直接的拐弯拐到那里去了，有没有啊？我想知道。知道了啊，来，音乐停下。知道我写什么？快！好了，我知道了。来，音乐停下。来，我们让他写完。坐不下去了，真的越写越露骨了。来，请开门啊！现在啊，我们先请我们啊，这个相当有内敛内涵的一位，请说说看。你先从第一个光华女中解释起。光华女中，这个答案都包含在光华女中当中啊。哦，真的。因为他那个答案是摄影成名前作品《少女日本》，我猜应该是这个，应该是辣妹，辣妹，超级辣妹。你想是辣妹合唱，还是说是标榜女孩子？就是一个女孩子，对，尤物，哦，尤物，但是少女，是少女，少女尤物，所以我讲光华女中这边都是尤物啊，你看到啊，都是辣妹的。奇怪，讲到这边没有掌声就怪怪的啊，这边都是。光华女中嘛，对不对？对，超级辣妹。Super 拉面，你还吃过拉面呢？Super 拉面，但是不能露毛嘛，因为少女，要有一点矜持，要一点气质。然后大家爽就好，大家爽，大家。不是，你这样讲爽又有点爽，把你前面标榜的美啊都已经给污蔑掉了。大家送，大家唱，大家为他们喝彩的意思。对对对，大家唱，大家唱，哎，大家唱，对不对？对对对，大家送哈。好。你是说是辣妹？辣妹，超级辣，超级辣妹，超级辣妹，但是没有诙谐的，对，是不是？只是外表穿起来感觉是很火辣，哎，很火辣，哎，完全干干净净的，是是是，只是很新潮。但是由你这个人讲出来就有点不太干净，会的，就很难干净了。好，哎，我讲的是，你看他前面，他前面也伸展台拍照，身材好，还有床。你没想到什么？怎么有床？那就怪了。我是照他的来讲的话，是说我讲觉得这个答案应该是写真集。写真集。对，因为那个走秀啊，走台舞，对对台舞，然后拍照，身材要好才能拍写真。那可能床也是其中道具之一吧。是的。所以你讲的事情跟他一样是辣。没有写真集。他说的是写真集。哦，你就比较保守一点。写真集，对。写真集。好，张陆军，我本来看到这个是看到两点，我们先罗碧玲先，这个字句我们实在是不敢念。你是看到我大奶奶是？我肚子很大的，要很多张。哦，对，看到我的，对对对。转得好，转得好。我的整个答案哈都是罗姐给我，她不止还写，她还做动作。做动作。对啊，所以我是，因为你看到她都有，翘屁股她也有，对不对？看到两点今天也有哦。
今天有两点，一点两点，所以我就写还有一点，那个是大，所以我才写身材好，身材可以拍照，然后又可以走伸展台。好，所以你想的是模特，来，罗碧萍，你想的，反正就是不是写真集，就是拍 Playboy 的 Playboy 女啦，哎呦，女啦 ，Playboy， 性感 ，Penthouse， 对 ，Penthouse， 哦，是的，那您讲的就是这些就是比较。就很明显的嘛，比较露骨就对了。对呀，前面是辣妹，还是有点保守。辣妹、写真集、模特儿到性感女郎，就是拍写真集那种哇。不是问题，那问题是你要从她这边联想，怎么差太多了？封面女郎化妆品、身材、辛蒂克劳夫。啊，你什么时候加上去的？没有，这是他后来加，上去，来不及写，没关系，他就前面那就是模特儿嘛，这是模特儿，对嘛？你就讲辛蒂克劳夫，我这好朋友，我熟嘛，真的吗？我跟他新加坡见过面嘛，访问他，对呀，对呀，好，所以说因为同行的，刚才是你这三个来做的，对不对？你来联想的，嗯，啊，他是这个 Playboy， 你呢？其实他这个答案要分两集，你知道吗？哎呀，看到我上榜了，有罗美美。毛手毛脚之前，我想成变态偶像，变态偶像，变态啦，啊，变态就是奇怪的，奇怪的偶像。我想毛手毛脚，日本人嘛那样。后来看到啊，马斯蒂罗美罗姐也在，那怎么办？又穿我还穿帮啦？不是啦，还有这件，非嫌我穿帮不可啊？我哪里穿了帮？比较容易穿帮嘛。后来就想到，哎 ，supermodel， 对不对？那些超级名模，哎，都让人看会流口水。对，既然身材想去毛手毛脚，想去是不能。那身材好，尤其这个重点，身材好啊。哦。罗姐身材好。所以你想到也是 model。对。是不是？你想到超级模特儿。超级模特儿。是顶尖的，月入亿万上升。我还要月入亿万？那对不起，我八级的，。没有亿万要去死。现在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答案，来告诉大家。哎，其实答案也没有那么难啦，答案就是非常简单，就是迷你裙。对啊，这个毛手毛脚哦。你看了马斯利啊，大家有没有看过他穿过裤子？流口水。有没有？很少。马斯利不穿裤子。真的？讲清楚点。那是我妹妹。哎，他就是不穿那种一般长裤。穿长裤。哟。穿哦。睡觉的时候穿。其实跟游泳不太一样。好可怕哦。今天的这个答案是什么啊？没有色情，各位，绝对没有啊！好，知道了啊？知道了哈？知道了啊！来，音乐停下。好，来，音乐停下。哎呦，有概念哦，真的是厉害哈。啊，哦，有概念。来，音乐停下。难得看你震惊哦，不错不错不错，来，音乐请下。好，知道了吗？来，音乐请下。
来。好，来大姐，丁丁大姐，青少女。青少女，青少女的，我这边要解释，它是一个很长的句子。啊，就是呢，因为在这个我的答案这个是保姆啊，因为那个在国外很多这种。年龄，对，他们都会来这个当零用金去帮人家看小孩的，十几岁的这个保姆，十几岁就这样子啦。然后再来另外一个，这个叫奶妈，如果要当奶妈的话，就要胸部大。奶妈嘛，那再加上如果说这两个都长得不错，很容易成为先生外遇的对象。我错不错呀？你这个联想都太厉害了。你答案是什么？哎，保姆或奶妈嘛。你家现在缺奶妈，很酷，你要堵住嘴哦。为什么？哇！婴儿入睡的用品，哎，用品你没看到吗？奶妈成为婴儿入睡啊？奶妈不是要喂奶吗？也可以啊。哇哇！哈哈哈哈哈！完全没有对上，真的是奶嘴，奶嘴，堵住嘴，婴儿入睡又好，那不错哦。我们来看看，你看他从王蕴蟾这边能够改换成这个答案就厉害了。因为其实蕴蟾写的小孩很多很喜欢，不是很清楚哎。对啊，很多很大很好玩。因为这个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喜获麟儿意思嘛。那我们就是小孩子最喜欢到的地方就是一个玩具城。哦。对对对对，所以玩具城就是小孩非常喜欢了，因为。所以你想的答案是玩具城。玩具城。所以说你会改变成奶水，这就是他从你这边用他联想出来。对。我这来，我们看光华女中，今天有学问的，秩序倒着来。先，这个喜获麟儿啊，应该是这个一了，这个一了，这个二了，这个三了，这个四，哦，这样子，先大肚子，然后喜获麟儿之后呢，那就坐月子，坐月子小孩子长大就变光华女中了，光华女中，哎，养大之后，哎，因为只有女孩子可以坐，一定要是为了哺乳。好，我们努力，你是哺乳，对，哺乳啊。你刚看到他这个答案有何感想？没有，我想到的，因为我是看前面啊，因为吸吮啊，睡觉我就会想到，因为是那个奶嘴奶瓶。对，哦，到底是奶嘴还是奶瓶？奶瓶喽。奶瓶，婴儿用的、喝的要消毒。哎，当过妈妈？没有。没当过，看过。没有，对。承认厉害啊！有帮我哥哥的啊，带我哥哥。有哺过乳，帮他带过。带过小孩。哺乳这么好笑吗？没有不好笑，就是嘛，对啊，都很健康的，你还要健康教育，对呀，开玩笑，对不对？这很重要，一样有两个小孩子六个月以前一定要消毒，奶嘴，所以妈妈要先消毒，不是妈妈要消毒，我听成小孩子要消毒，妈妈胸部要消毒啊，他以为小孩子要先消毒。小孩要六个月的小孩子用的都要消毒哦，奶瓶要消毒了，奶瓶呢？好，你讲的是奶瓶，我们正确答案是奶嘴，奶。罗姐答对，跳过三个，跳过三个，而且是经过秦伟，这就厉害了，对不对？可是你是对啊，对，你也对。不错，奶嘴是人工的，我是肉体做的，一样的，对不对？好，但是你这个提示稍微逊色了一点。我写奶奶啊，奶奶就是直接吸吮的，奶奶其实就把答案讲出来了，对不对？对，可是我用注音，所以不敢写国字。哎，其实还可以讲它是有妈妈的味道啦，有弹性啊，对呀，之类的，柔柔软软的，是。好，所以说基本上我们这个三题呢，大家都答得很尽兴。对，不过今天我们的老鼠屎可以。归咎的就是我们的秦伟了啊，都是老师。不过基本上来讲，我们效果达到。好，我们这个天才联想家，来，这个大家都玩得很积极。我们先马上进行我们下一个 part， 来，联想秀一秀。其实啊，看我们节目才知道我们这个艺人啊，真的是啊，大家都是相当有才艺的。哎，肢体语言都非常丰富。尤其呢，要马上啊，在瞬间之间啊，能够爆发他们的想象力。他们的创造力，这个才叫厉害。然后要用自己的肢体去演那个不可能达成的任务，像上次那个阿金那个卫生纸，我是一个卫生纸，我是一个卫生纸。好，今天看看大家的这个能耐有多高，我们就来马上看。来，我们就请丽丽来出题，下周都站好位置了。来，请睡。闭上眼睛，现在来看我们的第一个题目。很简单。好，下面开始提示，注意听提示。提示一共有四个运动的一种。
你在上，我在下；你在下，我在上。在下面的有成就感，此起彼落，叫声连连。从以上四个提示联想一下。好，提示完了，现在请 pose。你们动作如果说知道什么可以 repeat， 对，好 ，pose 好 ，pose 好，对，要 repeat， 我们才知道。好，坚持好你们的动作，不要改变。不要动啊，不要改变，哎，坚持动作，我们一个一个的来。奶哥，我们这次从哪开始啊？这个是最笨的，会做这么难的动作，这是第二笨的。我们先找那个最不笨的好不好？这一个人。这个啦，这个啊。这个最不笨。这个好好。对。这个还会坐着。这还可以坐着嘞。哎呀，大家第二回合就知道怎么玩了。哎，动啊，动啊，刚不是这样子吗？黄一婵，你也没有，还不行，还不行。黄一婵，对，是什么？我是一个运动器材。运动器材，首先你必须要先站在我的腿上。你叫哪个站在你腿上？不是不是，然后你要手抓着我的扶手，然后你要开始跑步。我是跑步机，我是跑步机是吧？你在下，你在下面，这个机器在下面，我在上。啊，还有什么？可是有的时候你在上，他在下。对呀，怎么可能？他在上啊，在下面的。有时候会反过来，你不可能反过来，跑步机不能压到我上面这样跑啊。对啊，有时候跑步机就是它上面也会有一种动，扶手是这个样子。哦，这样它上面下面都可以。哇，你在转。哎，可是在下面的有成就感。对呀。对呀，因为我在下面，然后我看着你跑很累。还有惊叫连连的。为什么跑步要叫？偷懒偷懒干嘛？偷懒。哎，都是对。大姐。你没有动作吗？镜头没带动。这怎么样？没有，因为我们惊叫连连会叫吗？对，因为有时候那个速度没有转得太好的时候，它就会跑太快，然后就会被甩出去啊，就会叫。哦，这样的解释。它是跑步机。跑步机。来，好了，好，大姐，大姐，我看您辛苦啊。对啊。我知道您说难转，我赶快叫你。等一下，下次不来了。我叫你继续做好不好？不来了。啊，来。就是踏板运动，也是踏板运动，也是一种没有运动器材。来，好，不要动了，解释一下，解释一下，你在上，我在下，有时候我在上，你在下，对啊，会吗？哦，跷跷板，跷跷板哪是这样？那你做跷跷板给我看。对啊，跷跷板要像我这样做。哇，那不行啊，我撑翻哎。哇，那大家太难受了。啊，解释一下嘛，那跷跷板，你在上，我在下，我在下，你在上。所以说你刚刚那个踏板机是错的，踏步机是错的，对不对？现在我想到是跷跷板，跷跷板，哦，惊叫连连。你刚刚那踏，怎么会这样呢？游戏啊，踏板嘛，踏板不是上下上，他在演那个被踏。哦，你演那个，他在演那个机器啊。对啊，好，对。哎，大哥，哎，你继续干嘛？我觉得很累。你们干什么？偷懒，对不对？不能偷懒啊。好，第三个走。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最懒的这个，这是干什么？钓鱼啊。这个最聪明了。钓鱼，对啊。啊？对啊。钓鱼，钓鱼啊。可是你被鱼钓吗？有时候他在上面，鱼在钓鱼，在上面钓富威啊。你那个伤脑筋了。在下面的很有成就感，对，在下面被钓到的很有成就感。那为什么没想到？没有，起初我想的这个动作应该是排球，排球，排球动作。那那个跳起来杀球的时候，大家都要手要蹲下这样子。所以他们跳起来有时候会上下，此起彼落，而且还有叫声，嗨哈，杀球。有时候你杀球，有时候球杀你啊。大家知道傅威吗？傅威是打儿童组排球组啊。哪有？哎，我高中的时候是校队啊。学校被笑的那个队，捡球的校队啊，真的吗？真的啊！哇，厉害厉害！哎，张璐最近怎么停了？他是排球，排球运动，排球好累哦。来，我们来看看这个丁玉丸，丁玉丸在干嘛？跷跷板嘛。哦，跷跷板。他演那个中心的轴，两边那个板的上面。那你就没有像那个人那么笨，你看那个人还这样这样。没有。那个人也是演跷跷板的。我跟你讲，跷跷板要两个人。他多笨啊！说要演那个东西，对，要演那坐的人他。跷板要两个人要这样。所以看出来你的智商有时候还真的蛮低的。不一定，他不一定演跷跷板。他刚才讲跷跷板啊。跷跷板，跷跷板。带着我们再请他来解释，你是跷跷板。跷跷板，因为刚刚讲。
讲得很明显，他说在下面那个有成就感。你玩跷跷板的时候，你到你下去的时候，你就觉得下不来吧，对不对？这样子，那我们两个来结合一下，你演跷跷板，我来过。手放下来。搞了半天，你是看到他是不是？没有，啊，直觉，直觉就是敲。我以为你是看到他脱发到了。哎呦，我现在在帮那个人，要拔一拔罗美眉啊，对不对？什么意思啊？好，哎，赵国金干嘛？视线比较好。我还没有，这最笨的一个哈，到最后好不好？哎，跷跷板，跷跷板。好，我们来看看这个。你刚刚解释，你说是跷跷板，跷跷板，跷跷板。那你是当人了吗？你在上，我在下嘛。对，对不对？你在下，我在上嘛。叫声连连，此起彼落啊。是是，对不对？那你玩跷跷板手抖什么抖啊？没有。因为怕会摔下来嘛。跷跷板为什么会有喊声直起？有的，我上你下，我上你下，好，会这样，对不对？你这个没玩过啊？没有童年了。真的，你真的没有童年，还是以前你全部在上面没有下来过？因为他脚够不到地啊。哪有？那跟脚没关系，那个重量，如果变得太重了才会在下。哦，那你应该都在下面。好，这位先生，我们来看看他这个动作是叫什么。我通常知道最优秀一定是留在最后面。哦，对，举重嘛，这一看就知道。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在下，我在上。他在下，我在下，他在上。对啊。举起来的时候很有成就感，而且举重选手再举起来都会。一声叫声连连。所以，而且它是运动的一种，完全符合。You are best， 谢谢。You are number one。我被我过往这种做这么久，那你继续做，我们来慢慢宣布答案。不过真的是不错哎，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的解释啊，都蛮有意义的。对啊，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来讲，这个反应机制能够在瞬间呐爆发大家的这个创造力，真的是值得喝彩。而且口才也不错，还能狡辩，反应好。好，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就是跷跷板。恭喜啊，秦寿先生，哎，秦伟先生。啊，还有丁柔，哎，我妹妹及时，罗妹妹及时，她补给她一半，好不好？这是3-3，对，来，马上进行我们的第二题，来，现在第二题准备好了，各位来，六三睡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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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好，我们第二题的题目是，讲话了我就抓他出来，来，注意听提示，电影中的常客。喜欢以清朝古装造型出现什么啊？喜欢以什么？念清楚，念清楚。喜欢以清朝古装造型出现，身上少了一样东西，啊，笑声怕怕。都知道了，来 pose， 你就一直跳啊，好。现在我们先来看罗美美的，有您大姐，您这是吗？干嘛？老佛爷吉祥。老佛爷吉祥什么了？小李子嘛。小李子，李莲英。他身上少了一样东西。少了什么东西？告诉我们了。少了宝贝儿嘛。哦，太监。太监。你讲的什么？少了宝贝儿嘛。你讲的什么？答案什么？太监。太监。真的太监的这个答案，真的太监了，啊。太监了，少了一样东西，对，就是清朝穿古装的，对，对不对？对，小生怕怕，男人都怕，男人会怕，对啊，少那东西不叫男人啦，对呀，是不是？对呀，有道理哦。李莲英，太监，你要做什么有氧舞蹈啊？来，舌头吐出来，吐长一点，哎，这什么东西？舌头吐出来没办法讲，讲话，没办法讲，什么东西？僵尸。僵尸会抖会动嘛，因为这个电影里面常见的有一阵子全部都是僵尸片，然后又因为它是轻装的打扮，最后的小生怕怕，他少什么东西？对啊，少什么东西啊？少了生命的迹象嘛。哦，好，对不对？来，这个看来应该也是啊，这个僵尸不太像哦。我是太监僵尸，那你少了两样东西啊。你这个手型就是随时准备要插人脖子的样子，是不是？对，啊，所以说你讲的也是僵尸，对，可是因为他少了一样东西，所以他是太监僵尸，又加了两个字太监，对，这个僵尸真是惨呐，
这是什么兔宝宝啊？我觉得他是我这个是清朝的孟城，孟城，你也是李莲英吗？也是李莲英吗？对，太监，太监，你再比一下，比一下，我看看，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手是这样？太监嘛，太监通常少了一个嘛，那他就不好意思，要夹着，对，站着，然后那要比出来啊，然后当然要先这样子啦，然后他的手通常都是要去搀扶人家，那一定会有这个手。然后都是头都是低声下气的，见不得人。对，哦，还有他从头演到脚，太监太监，僵尸僵尸，有说太监的，有说僵尸的，这个手举这样，哎呦我的天哪！哎不行啊，那你这动作还要继续煎，来，傅威，你先把你的动作摆出来。其实跟他差不多的意思啊，僵尸。但是你不说不够传神啊。对啊，因为我刚刚找不到道具，我只好把头发一直往前看，要贴一个符嘛，我贴不到，一直那弄弄弄这样子，就这样。头发先当一下。对啊，僵尸还蛮喜气的，穿一身红啊。啊？对啊，你是僵尸也有大喜的日子。那少了什么东西呢？少了生命啊。少生命。哦。哎呦，你是演兔宝宝是不是？僵尸为什么呢？牙齿啊！哎，等一下，哎，等一下，这贴住的时候通常都不动的，好不好？你怎么会一直跳呢？贴了又可以赶尸来赶啊！哦，这赶尸的一定要贴靠符咒来的赶，他才能够站起来。我干嘛那么辛苦？不错，嗯，僵尸，哎，四位僵尸，两位太监，你有没有曾经？啊，有没有这个意念过？不是，我是一直觉得哈，我若是生在清朝的话，我一定是一个弄臣，不是太监。我讲的是，好，有四位僵尸，两位太监，所以我们正确答案是太监。太监什么？僵尸。我想感觉他白高兴一场，让他们吓我一跳，对呀，对。所以说呢，这四正准备骂你个笨蛋，对啊，准备要笑人家。其实来讲都可以沟通，对不对？你有时候我们的提示来讲，有时候要模棱两可，对，哎，让大家的想象力能够变化性。来，继续出我们的第三题，来，请睡，太阳，这时候都有成就感。来，题目请展示。好，我们第三题的题目是，好，看清楚了，看清楚了。嗯，请仔细听。来，仔细听。一种动物拥有曼妙的身材，中国人视为进补圣品。印度阿三的好朋友，有人已经迫不及待摆出来了。Pose。哪个？我好想拿一把剪刀啊！哎，有没有什么东西啊？我都好想打他！快，眼睛闭着，不能偷看别人的 pose。印度阿三，有个地方没动啊？为什么又只有我？我第三个就比了，太快！来，我们现在看这位美女，来。什么？从来没有扭成这个样子过。你什么？蛇嘛，就是蛇，蛇嘛，因为印度安山的好朋友，前面其实都猜不出来，我还想着书，我想跟你讲他好身材，对，完了就是猪公，你还想跟我，后来听到阿山的好朋友，不过你的不是很传神，他是蛇。我们看这位还不传神啊？不够传神，来看看。我完蛋，为什么？我不是蛇，我答案不是蛇，但是我想答案一定是蛇，因为我之前都还听不太清楚，后来想说它是一种动物嘛，然后到最后就是说它是印度阿三好朋友，它应该是咖喱鸡，所以它应该是一只鸡。哇，咖喱鸡啊，这就厉害了。咖喱鸡，咖喱鸡就不是它的朋友了。这只鸡还蛮有肉的啊。哇，欸，不错哦。鸡，这个鸡还有鸡冠的，对不对？是不是？不错。哎，可是你要演出咖喱的味道。那我是鸡啊。它是鸡。哦，咖喱。不错，哎，蛮有创意的。来，罗美美，快。哦，这个表演得太精彩了。没有，这个时候我就要找一个同学了啊！我忍不住要找一个同学。宝贝，你来模仿一下罗比，好不好？够传神，我们就送奖品，好不好？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啊！来，请让一下。要音乐。来，如此如法炮制，来，请站上去。很难呐，曼妙的身材。曼妙的身材。舌头
谢谢啊。你呢 ？Snake。我来讲这个罗碧琳啊，以她的身材来扮演蛇的话，蛇蝎美女。这条题目根本是针对她，针对她出的。曼妙的身材，尤其今天这个穿着打扮一扭起来，你看婀娜多姿啊啊，蛇，老虎。是不是？警告各位，其实要听完三个之后，一定要听完第四个。对对对对，前三个的时候，中国的鼓最鼓的吧，虎鼓啊，对呀、啊，对不对？虎鞭啊，他们都有，对对对，全部都是鼓的、啊，都是鼓的啊。对啊，而且又是中国曼妙的身躯啊，又是中国人觉得最那个的。那你们阿印度阿三的好朋友，你们那时候我已经很得意了，我知道了，就是动作已经出来了。对，我后面找到虎了，是吧？很后悔没有仔细听。你这是虎年行大运，好虎。刚刚是这样子，可是我没有办法像罗美美那样子。对。然后那个本来还要比舌头，因为我觉得蛇舌头很奇怪，所以你用手。还有那蛇形雕手也是这样子。我讲的是把蛇群了。好，我跟他们不一样。这个蛇就厉害了。要讲标准一点，第三个印度阿三的好朋友，蛇有种类，眼镜蛇。哎呦！哎呀，他们这边做的，所以他还特意加了一副眼镜。你眼镜不是蛇而已哦，是眼镜蛇，是不是？你眼镜蛇应该是这样，你的眼镜蛇应该是这样子，对不对？眼镜蛇，这不会吐舌头，我不会吐舌头。不过我看这个跳的最好就是罗美美，哎，不错。那蛇呢？我们蛇的都盖棺都算对了，只有这个老虎的好不好？请把它虎出去好不好？来，蛇的恭喜答对啦！眼镜蛇，我算蛇的，我们都算对了。好，因为有时候不见得是眼镜蛇，可能有些蛇都还可以的。好，这个 part 呢，我要带给大家很高的娱乐的效果。来，马上进行我们下一个 part。来，天才画家，请我们这个请关门啊。罗碧琳又到第一位啊！我就是很差，废话呢，我就是很多。你觉得很多啊？那才好啊！差的人画出来才有效果，画得很漂亮的话，那就没什么意思了。来，我们观众朋友来看看，待会我们传道会不会到底最后一个画出来会什么德行啊？好，来我们看看。进行第一道题目哦。哦，怎么？应该不难哦，是吧？哈，来，第一道门，请关上。背对嘛，哈。嗯，来。来，音乐曲下。哎呀，哟，还会微笑呢。啊？啊？啊？画完了。来，音乐曲下。没啊，王玉才还要细部描绘。对啊，这样子我真的不知道他后面点了那么多点。来，用力一点，用力一点。哇！什么呀？你看，这可够用力了。破掉了。好，很难啦。还是要把你感觉有感觉的是什么东西来音乐起下好来掌声鼓励一下啊来我们先来看第六弯的对啊，你画的是感觉是吗？这
个是个盆栽，可是有的时候有那种像那种有点像小树这样在上面，是个盆栽的。盆栽。它本来画的感觉像一棵树，就下面还有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盆栽。你的感觉它在你背上给你的这个背部的感觉是像一个盆栽。对，而且最后重点是点点点点点，对不对？就是树叶。所以其实它虽然说，就是它所有的笔画它都有，但是没办法把它弄成一个具体。对，完全差很多。好，会。哎呦，您这个是吗？我这是一个向日葵。哦，救命哦！不是，基本上哈，向日葵加仙人掌。他一开始给我画这样子圆的，然后又有一点点点点点，我想只有花的中间是点点点点点，所以我就花蕊。对，还是在修饰啊。好，哎呦，名字是什么？便便，便便，便便拿便便。苍蝇子，这是味道，对对对，他刚刚说味道向上啊，他刚刚不是说有点点点点点吗？其实点点那是那个味道啊。其实王运蟾跟这个张茂娟是异曲同工之妙，我的也是啊，插在牛粪上呀。你这个眼睛还是嘴巴？这个变态眼睛嘴巴？对对对对对。那是漫画，因为我有感觉，就是前面的那位有在我背后上面还有画眼睛。不会怪我们，不会怪你。真的，你感觉这个便便还在笑？好，来。这个继续看看傅威的中兴大学美术系的，哎呦，你这个海狮的脸，对不对？什么玩意？对，没有啊，我真是，你们一定没有想到哦。你看他刚刚这个轮廓啊，跑到张若昀那里，好小叮当哦。对，没有，基本上这个轮廓都有，都有，轮廓我也有，我也有，完全按在的轮廓都有啊，还自己加。大家是这样，重视这个是来不及了，我以为是狮子，小狮子，可爱哟，狮子吗？狮子啦，然后那个小耳朵旁边应该是这样啊，可是来不及画，所以要变成这样。狮子猫，有小叮当，因为我感觉可爱的画什么，但是不知道他在画什么，所以知道也许是线条。这是杂交的狮子啊，好种的狮子，哎呦，塔口。阿婆，对不对？其实要谢谢罗美美啊，因为她画真的画得太好了，很明显，对，真的很明显。秦伟，你真的是我佩服你啊，会吗？真的，我以前没有那么佩服你。不要这样子，因为光华理工帮我加油啊，真的厉害。画的比罗美美还传神啊！对啊，传递的好，传递的好。而且这个章鱼好，您真的是属他口的，我看。啊，我这个脸画的跟他真有点像。好，基本上我们今天的艺人啊，应该可以带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题的这个我们要画的是什么？第二题的题目是。哎呦，这个配音配的实在太传神了啊，很容易误导哎，会哈，对不对？那边的朋友看得到哈，好，大家都看到了。傅威这个脑筋机智，反应很好，但是绘画能力稍微差了一点哈。不过这个东西很具体，很具体，对不对？线条很简单，而且范围也不大，是不是？好，来一。基本上该有的都有了，看到没有？我把这个当刀，也不错啊。
不是，你是当那个饼，怎么会？等一等，等等，哎，方方的嘛，方方的嘛，是是是是，对不对？方方的，对对对。从船，这是船吧？船啊，船呢？哎，看着你啊，看不出来哪个？这难道是这个铁达尼吗？简陋，一笔画出的铁达尼。哦，简陋的铁达尼。快要沉了。哦，快要沉了。船变成宝刀，这个就厉害了啊！不是，我看到他这边画的时候，这边有在画横线嘛，那我就想应该是握笔。人家是波浪。哇，基本上他这个感觉都已经哎方方的，有了，然后这边上去，上去一个下来嘛，对，还有一个尖尖的，我就想是一个弯刀。好，刀厉害，从船变成刀，那个刀船的前面就是。等一下，你画什么？蜈蚣变成船，这个我非常佩服丁荣安的，吐出一只鹅出来。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四方的出现，你怎么会出来出现四方？对呀，人家有圈圈呢，怎么会现四方？圈圈很明显，我感觉不到他在画什么，哎，我就只知道下面那样。对，你可能有点冷感。不是了，你看，哎，他一直画这个东西像不像海浪啊？我讲真的，然后后来有金，答案不是猜这个，哦，这我本来猜便便，可是我想说上一题其实是便便，这一题不会再是便便。什么时候出个便便？他上一题是他画成便便，他很喜欢画便便，因为他一坨一坨。这王运才就真的非常真的画便便了，你看他真的就喜欢画便便。天哪，这不是便便了，这是便便，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是一种最新的日本引进来的一种冰淇淋。那为什么会有蚊子呢？这不是蚊子，这是一个嘴唇，然后这个舌头，然后流口水。哎呦，这个就厉害了，舌头能够跟嘴唇分开啊。哎，你这个太好吃了，舌头飞出去了。你挑战我嘛？对，然后流口水。我知道日本引进的冰淇淋，不错，冰淇淋一二三四五六六层，蛮接近的。那这什么东西啊？这个就是日本新的嘛，它可能不是那个什么像我们用的杯子，不是那种饼。哎，罗美美，跟你讲不要画一些我没看过的东西，好不好？伤脑筋。不过来讲，你基本上也是很不错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一坨一坨的，一坨一坨叠上来的。变成一个毛毛，你看我的嘴巴和舌头啊，就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头。我自己联想的，因为想说不可能再是便便嘛。不错，好。但是这个冰淇淋呢，我们到这边已经有冰淇淋出现了啊，到这边是毛毛虫，到船，到宝刀，我们看前面的是什么？来，可是我看这个像牛排，我觉得它已经很标准了。哇，对呀，很标准。对呀，这是你画的。是啊。我相信啊，我真的不相信。都有吃过巴布巴布嘛？对呀。但是你画的很传神啊，跟前面你看跟副位的看一下，你看我的多好啊，是不是？你看你真的不讨人喜欢，人家只给你三坨，给我多少坨？可是我这个比较大呀，我有六坨。你有六坨？我们为什么？冰淇淋算球好不好？我跟你讲啦，他这是冰淇淋，这个是双淇淋。对，因为我要画一球，因为之前给我们看的图案很像，真的很像便便，画不好会误导。不过我说实在的，我们看到这么多的综艺节目啊，我们在这个单元才能够看到艺人真的才艺的一面。基本上我们到了第三位、第四位，又是老鼠屎啊！我是老鼠屎，老鼠屎先生接近哎，有啦，老鼠屎有一球一球。哎，等一下，等一下。圆的画成圆的也就罢了，圆的画成方的，给他一只鸡，他吐出一只鹅，哎，对不对？好，我基本上这一题呢，我们已经过到第三关了，对不对？对，算是不错。来，掌声鼓励啊！进行我们的第三题，来，好，很清楚了，很清楚了哈。来，音乐起下。出现了，你看我，我怎么会知道是什么？很可爱呀！来，音乐起下。
拿不到，对不对？太高了。雪人，哦，你就是雪人，真的很像雪人吗？猪的尾巴，尾巴出来啦，猪的这里也是对，好可爱，身体胖胖的，还有尾巴。我跟你讲，这个叫可爱猪啊，嗯，这个叫做色狼猪啊，啊会吗？低勾，低勾啊，真的，就是感觉都不一样。你看看，人家画人家画可爱，他们也对啦，都可爱啦，而且舌头还吐出来流口水。对呀，对呀，对呀。我一直不知道这两点是干什么，眼睛这样画，鼻子这里。所以鼻子啊，哦鼻子皱纹啊，皱纹。你自己是画得很好，可是你画的时候让人家误导了一些。对，还是对啦，感觉还是对啊，对还是猪，还是对啊。哎，猪跟猪在一起，猪哎，猪家联姻啊，你们两个是猪啊，来。我们两个是猪，我们俩画。你们俩画的是猪。罗美美啊，你这是啊，这是这整形前哦，猪的整形前，整形前就是比较苗条的猪，苗条猪感觉不出来是什么，猪是整形变胖，有点像咖啡猫嘛，这有点像狼，你知道吗？对啊，有一点点像，对不对？狼啊，我基本上您这个耳朵，哎呦，我因为我就感觉。哎呦，我怎么？你在什么啊？你也贴不住哎，不是贴不住，还是说你这个耳朵就这样子上来了？我没动到，来，我帮你这样子，我帮你贴。哎，这个耳朵传神了哈，就靠耳朵来感觉，靠耳朵，其他我感觉不出来啊。好，就有两点嘛，是是是。来，我们找老鼠屎啊，来，外星人。外星人，我确认他是外星人，刚刚提前三个字上。为什么？因为有人在给你放屁啊。我基本上也有，大家的这个精神都在耳朵上面，对不对？可是没有画耳朵，可是他这个耳朵从哪来的嘞？对啊，因为最主要第一个，他画这边很轻。画到这边很轻的时候，然后他再忽然到上面去，他去画这个边边勾的时候，我就以为他在画耳朵。哦，不是因为我这个轮廓这个都是圆的，你怎么会画出那种尖尖的这样往上？有啊，眼睛圆的。他画的就是小叮当嘛。对啊，大家都知道啊。哎，好，从圆的变成这个啊，有点角的啊。眼睛变成耳朵。这是我有史以来长这么大第一次画的这么好的一张图，我要回家把它。然后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哈。好，这个我们天才画家呢，大家都是开开心心的，把他们的自己的创作出来了，都是靠自己的联想嘛。好，我们今天那么谢谢所有特来宾，让我们今天的三个 part 可以讲到是相当的丰富。是，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稍待完欣赏精彩的最佳的采访。